finally picking up the win. Now you just got to take that win and build off it. And that'll do it here for this one-on-one match. I hope you enjoyed it as much as this live crowd appears to have enjoyed it. Yeah, you may try. And there's the bell. I mean, it's off. Man, Triple H, what offense. Suplex, see what kind of response we'll get. Yeah, I'm telling you, that suplex was perfect. Oh, once you get out of the ring, anything can happen. You've got exposed steel, concrete, the barricades, and all of it can be used to cause massive damage. He's bringing it back inside the ring now. I can't blame him. Keep it in the ring. 你就是32號。你今天就是32號。哎，我說快打好了。那我在。買哦，你要買PC版的話就直接Steam預告。我覺得PS4還沒有出來。我覺得還好，我會跟那個。你說我覺得 這一次只要有Plus就可以。沙勇沒有，我覺得下禮拜就可以。第一場把他打太慘，他果斷要換人，不然他。攻下中腳接氣功不夠反的。是有辦法對應的，但是我覺得事前準備做的不夠多，我沒有多花太多時間在準備可能。 跟陈二打太久了，打板上打不好，而且这是Tommy，没有，Tommy太烂了。尬掉，他不像Tommy，他慢慢跟你耗，真的很痛。Gank要结束的时候跟我讲一下。而且我事后我跟你讲过，我问过板上，他说这个对决他觉得老伤有利。真的吗？你说罗恩特？对。 没有没有，老伤是有利，没有，info显胜，info是显胜。可是也没什么角色可以打老伤的角色。我可以练沙哈特啊。对啊，你会啊。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练，那要练，不是真的。你看到暗中角的丢弃，我就会赢。要练要练，有练一定可以啊。输板伤还好，输摸摸棋比较好拿。我就想说，你是不是因为输摸摸棋的关系，所以可能都没有没有没有。 是，没错。什么？左脚？有个黑的，不知道。耳塞？你为什么今天穿鞋子啊？耳塞？哦，没人穿鞋子啊？你不？要不然平常没穿鞋子？搞不好人家只会打赤脚出门一样。哇，要不然穿什么？他们就穿拖鞋。好像是因为那个是捅人家奶奶不会照脚。啊，差不多了。 啊，这耳塞是谁的？不知道。哎，这耳塞是谁的？这个耳机的吗？不可以，不知道谁的套子啊？这耳机的吧？你不要讲话，不要喷到我们机器就好。不会。我真的很饿，好，直接切开头吧。